小孩现在被赖爸打到了只剩下一个真克里斯，赖爸现在掌握场上优势，这是一场抢七的比赛，抢七局。小跳一晃一招想抓一颗飞球，赖爸这里开头成功，但是第二次小孩跳落成功了，给了赖爸一记非常大的注视态。赖爸前中得了一下，那现在小孩这里也没敢拦中，两颗气对战大门四气，但是赖爸这里还有一个满血的真克里斯，小孩被对方拿来反击了，他的真克里斯还有半血不到，大门手上以一个超来了个打多少血，你看到没有？完了，小跳垂直小跳重腿跟轻拳马上去了一个天地板，这一步输出，赖爸拿下了今天晚上第一场比赛胜利，赖爸拿下了第一币的胜利，这是一个抢七局啊，谁先赢到七分谁就获胜了。欢迎随缘九二幺八，欢迎秀儿科主演，欢迎叉儿。感谢宁乐啤酒毡房，大家晚上，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方位举报的直播游戏解说，左边是广州小孩，右边是衡阳赖爸，来自湖南的兄弟刷一个九，来自广东兄弟刷一颗六，这样对决。小孩的不知火舞还是做一手把来克制赖爸的八神丸，还算不错，上来就把赖爸的血量干掉了，对吧？六个了，赖爸八神还没有。没有发挥出自己的真正实力，就已经血槽去掉一大半了。怎么办？对方没有支援，来吧，出湖南好双龙了，还可以走一波。现在场面上来说，小孩这里又跳路成功。知道你要出波了，拍来拍去你还是忍不住，来吧也是没有耐得住寂寞，出了一个暗勾手，这个波出来之后就意味着他要已经要没有了。面对这个不知火舞，来吧这腿这的话也是有点恼火，对方血量还有这么多，好了，这场比赛来自于小孩对战赖爸的本场比赛，左边是小孩，右边是赖爸，目前赖爸被他打成一挑三的不利局面了，赖爸你要支撑起来呀、啊！你的大母狼呢也是号称湖南第一大门了，你忘了吗？不知火舞现在还在给自己创造机会，但是这个前小跳被对方一个下蹲轻手的判定直接解空了，百分局是很难打的，毕竟对面是两管满血的小孩，来吧这个跳跃力度实在是太过明显，完全给小孩这么一个灯笼对冲的机会。好，甜蜜花，那么现在小孩这里又被大门废掉一个气，打到了板边，下边下一梦蛋可以发小分嘞，半血已经看不到了，大门五郎，而且他已经没有资源，那没有资源大门五郎战斗力要削弱一半了，八成可以放心的压制，哎，骗到一个 DP 反击，出招瘦身。那现在小孩 Rock 飞头反了他一架，下比下 A 猛战接上八处理，这一波连招打完，大门没有了。小孩现在也把比分给他追平了，越来越刺激了。这个比赛打到现在，朋友们，这是一场抢七局啊，不算太长，也不特别短。谁能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？在高速上开线，你是哦，没事，你应该是在坐车。感谢随意的战榜支持，谢谢随意，谢谢淘汰天涯的战榜，谢谢。
好了，咱们来看登场比赛，左边是小孩，右边是赖爸。登场比赛，小孩的不知火，对战赖爸的八神庵，加油！不知火面对的是赖爸的八神，走，别开刀。阿卡米。真的是玩客八神啊，今天晚上小孩子不知火发挥的还是非常的给力的，赖爸要努力了，稍一松劲儿真的是干不过他的不知火的。不知火用来打八神或者是再来打真克里斯真的是非常好用，进单边看压制怎么得，用下飞来堵地上要起跳，跳也不行，明天开工了，今天要赶过去。然后这个确认超发、真的好疼，完了，来吧的真克里斯也没有了，哪里跑啊，用必杀人梦来追你，输就输在不知火我身上，对不对？欢迎落寞回家，晚上落寞啊，喜欢看你可以插个牌子，好吧兄弟，加个团，这场比赛来对大怒狼对战对方的三个人，不知火我看来还能对他的大门半血吗？感谢落寞兄弟的支持，谢谢落寞加入咱们13738名粉团成员，漂亮，谢谢支持，谢谢杨峰的小爱心，欢迎博学家斯，感谢支持。这场比赛来对小孩对战赖爸的比赛，小孩的八神又对赖爸发起了狂攻，赖爸被小孩，你看近身。小孩开始浪了，开始秀一个近身力将百合者，我去，广州好车龙怎么办，又是广州好车龙越来越溜了，恭喜小孩把比分反超了。